噩耗，3月9日，据媒体报道，有着乌克兰国民女兵之称的著名演员琳娜·茨维拉不幸在战场阵亡。据悉，她是5个孩子的母亲，她的丈夫也不幸阵亡，夫妻俩双双离去，独留孩子在世，让人痛心。而让人破防泪目的是，琳娜·茨维拉最后一条留言，竟是希望有人能够帮她捍卫自己的家园，被这种家国情怀感动到了。目前乌克兰人民知道此消息后，纷纷赞其是乌克兰女英雄，而网友则为其离世感到痛心，祈愿她一路走好，祈愿世界和平，祈愿再也没有无辜的人牺牲。